林工面犀牛皮哦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哦，这个有，连接到上面这一整条，哦，这个下来，然后整个 logo 大灯，哦，大灯，叶子板没有很合，哦，也是切起，叶子板，引擎盖，我看一下。然后前保这个右贴，它这个是这样子过来，然后它的拼接数啊，它没有拼接数，因为它等于说它到这边断掉，它是这样子扣一圈，然后这整个灯具是有的哦，它是这样绕一圈，它绕一圈它的那个拼接数是这边，然后这边是分两张哦，这边大面积这样过来，单独在这里再一张，它这张的造型是这样，然后再分别去贴这个小条的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。好，引擎盖，这没什么好看的，因为把它这个整个都收在里面，没什么好看。叶子板，后照镜。这是依照车主想要的样式客制化的那个造型拉花，然后把手也有附，把手也是有贴的哦，电脑板开的那个圆，然后一二三四所有的 BC 柱，这个也太变态了吧！贴好再给大家看，看一下这油箱，给个评价，算顶吧。标准是什么？鸡掰在干我打，门把，门把贴啊？有贴啊，他车主昨天来就说贴在哪？你没讲话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他后面，我帮你们接手。然后干来，这牛逼吧？你看它的碎片，真厉害。然后这个更北蓝，北蓝到一个不行。鸡吗？很多店家遇到这个都不贴啊，就直接当没看到，就跳过。真厉害。我昨天那个钱宝那边，我干鸟，今天妈起床的时候站不起来，站不起来，卷苦太久。对啊，我去药局买那个肌肉松弛剂，干真的没有好想的，妈，神经病啊，站不起来啊。看得出来是什么？就是拿这两块，没有贴好，那是对称的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一二三，因为它的形是从这边这样子。扣一圈，然后到这，所以他又另外干一个波浪，一二三，几百耶。这种小的我就有，因为我说反正有什么，我们一个都不会少哦，包含这个。但这种小条的我就会贴啦，但是干有时候这种东西真的会贴不住，因为它面积太小，你可能稍微洗一下，还是风箱吹一下就飞走了。所以它大灯有给板子？嗯，大灯有给板子？有啊。哦，这是贴好的、啊，
Honda Civic， 然后 Edition 全球限量1020台，哦，美国600台，加拿大100台。然后这台 Type R Edition 它的标配是没有冷气的，但是某些国家少部分它是有冷气的，哦。那这一台是加拿大规格，哦，加拿大规格它有50台是左驾，50台是右驾，因为他们好像那个不同郡的那个规定，所以他们是有左右驾的。那这一台就是有冷气的左驾的那个版本。东西带大家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全球1020台，这边全部都是原厂的，都没有任何去做改装，哦，原厂手牌，然后它会有一个名牌，哦，第19辆，轮框原厂就是 BBS 的，哦，标配轮框就是 BBS 生产的，哦，原厂 Brembo。 其实每个人玩车都就是每个人的玩法不一样啦，有的人是 外观、哦，有的人是，哦，喜欢风直线，有的人是喜欢什么海拉风，哦，走内饰的，哦，星空顶什么的。但对我们以前这种在跑场地的人而言，我的车是很简陋的，哦，我不喜欢那些花拳绣腿的东西。我觉得车子的引擎室就是应该要长这样。Type R Edition， 哦，专门就是为赛道而生的。你去看它这个机舱，不知道说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哦，它所有装饰性的东西，哦，通常这边都会有一些隔音棉、塑胶盖什么的，哦，全部都没有。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那种太窄的车啊，就泰国人改那个车，那个引擎室真的屌爆了，就是要这样子干净利落，越空越好。